老师来看一下这个史瑞奇啊，伊问讲有关巴拉那是要增加伊的甜度？理论上，咱国是爱喷高磷钾，但是如果若是讲中大过了后，拢使用啊，算讲来喷磷酸一钾，即、這个效果是毋是会较好？还、啊、是讲十七号介伊比较起来的，又果是如何？一种一个。 所有诶物件要甜吼，咱、哦、听众朋友一定爱，即、這个观念一定爱有吼、哦。所有诶物件要甜啊、哦，就是伊诶即个生长呢，足拄好诶安尼啦，拢拄拄啊好。然、哦、后光合作用真适时啊，啊、哦，即、嗯這个诶过多诶，即、欸、个生咱会甜啊。即、哦、种拢是即个营养诶，即个一边讲为虾米会甜吼，讲、哦就是、一个即个理论。 是以光的作用，还有这个累积产物，啊这個、产物累积下来的时阵，有氨基酸，有这个糖分，哈、哦，啊这种物件都会变。啊你呐，准讲伊咧咧透红咧创啥呢？那么这個糖分呢，都会都会消耗，消耗去这个、啊、去生长，啊这氨、个、基酸一寡物件都都走掉去，就,就啊所以这物件的本来是果实来滴，结果这物件去红啦，红啦、红啦啦，啊。啊 还多少要抽出去，要抽过，照讲应该伊会累积起来啊。但是呢，因为你控制了无好势，即、這个物件要抽出去，那么要抽出里了呢？当然伊会得，即个糖分著无法度累积即、這个氨基酸著无法累积，所以呢，即、這个物件食起来著安尼酸酸无甘头，阿著袂冰。啊，即个原理是安尼。啊，好比说，你顶爱知影讲，我要安怎会当互伊正常的即个生长？啊，即个伊长势，长势 OK。 啊，无问题，迄种较甜啦。我讲我，我怎啊做啊？怎解肉啊拢熟牙它，是阁袂甜。啊，伊迄个生长无好，啊生长无好要甜，没有办法的啦。哦，所以即种一定要少知影者。啊，所以你讲理论上爱喷高磷钾，其实是假啦，不是高磷钾、啊。为虾米咱拢会用高磷钾？因为氮肥的即个效应吼，通常拢伊是一个，伊若氮较济，伊就影响到。 影响到伊个即即成长，因为氮的即效率足悬的嘛，就是讲伊啊随随热随建功效吼，啊,啊是讲热好的时阵，啊流失掉去啊，即、這个的就是容易吸收。那么磷呢吼，磷、喔、的土壤内底你若无用农林菌，哎呦物件拢固定的，伊本来就反吸收的，所以就变作伊氮的足悬的，啊所以即拗、啊。 地書的地属的即个担较管的刺激伊个叶啊，啊到啊较生啊较长，咱讲啊较旱长，啊比较旱长，伊、啊、当然就较袂甜。啊，所以咱就需要去控制，要控制卖互相旱长。所以伫叶面作甜去控制伊个一个即个。所以真正让它甜的，其实假时候伊个即个营养营养它容易累积安尼。伊咧累积即个营养分的时阵，需要挨一个即倒三工啊。 啊！这林呢，最主要这目的的后面就是护叶子老化了。较紧的呢，为这个换矮换深的啊，会当这种参与光合作用，啊，卖个食了米啊，这个种其实是叫做揠苗助长。所以这个原理是安尼，所以你那是要真放长，你根本就无必要讲用什么高磷钾去去用，然后因为这林用伤侪，像巴拉吼，巴拉迄转到到尾啊，迄个叶啊吼。 会反弯曲啦，啊矮矮稍稍伊个光合作用效率就歹，伊个产量就低。那么产量低，过来就是讲伊即个光合作用效率歹，伊氨基酸的合成之类也得变足少诶吼，会、哦、较少啦，吼、哦，唔讲足少诶吼、哦，变少啊，变少了，伊才会营养味类质呢，就无一定会较好啦、啊，所以食起来安怎，憨味憨味啊后就是讲无迄个甘头，袂安尼酸味酸味诶有即种。 啊，食了呢，有即个回甘吼、哦，这食食一粒了，佮想要佮食一粒吼、哦，但是呢，都作惊佮拍利诶，所以毋敢食伤侪。有迄种迄、那个冲动，想要佮诶食啲会煞喙吼，诶、欸，因侪、哦、是即种的一個，即、這、即、個、情形所以而且要有好朋友稍知影者，吼，就是就是即款诶，者、這個，即、這个即个状况吼。所以朋友朋友，你一定爱稍做者即个、這個、做者即、這個、了解着吼、哦。所以呢。 唔、啊、是高磷钾，然后最主要是钾磷是一个这个抑制作用，啊、因为这物件，伊的这个钙钙明显咯。所以讲你那是因为因为真多袂甜拢是因为这种氮肥上过头，还一地方量大，呃、啊，这个通风不好，各种的这个这个，所以就会出现这款的一个情形。啊，实际上吼，你那中公缺钙啦，缺硼啦，缺钼啦吼。啊 那么这拢会去影响到品质，还是讲磷无够，然后无够，磷伫这后面，伊咧食个真有限，伊的根个无法度去累积个时阵，那么伊无通讲足好食呢。所以咱若是要提升品质，实际上就是上、就是、好个做法，就是土壤含有即个农林菌，啊，控制适当个一个氮素肥，然后伫必要个时阵。 啊，有关加诶一个即个量，啊有关加即个量会刺激到伊即个作文诶累积大多数诶即种，但是即个电增地就是即个光合作用爱爱正常，然后比如讲你即马拢无日，啊,你,啊你一直甲转转高磷加，敢有效无效啦？转甲许啊硬烧烧嘛未甜啦，吼啊既然也是无日诶时阵，你著爱想办法提高光合作用效率，毋是去转高磷加，啊听种朋友你知影。 哦，所以真侪咱电脑咧布置的时阵爱考虑啥物物件，提高光合作用效率。啊，要安怎提高光合作用效率？上简单的方式，上介许着是全 N 蕉。我讲啊要啊，都咧卖甜啊，搁全淡。较早我想法嘛，是安尼讲换嘛，哦。但是呢，买啊呢、這個，即个即个概念呢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，人即、這个原厂德国的个博士甲咱解说过了，为什么、哦？吼、這個，即个物件。 啊，是安尼？为什么这个基、这个、地澳洲种草莓用作者这个 N 九的这个这个原因？啊，为什么这氮、个这个、也变较偷价？啊，这个、原因就是底家，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简单的道理，叫做提高光合作用效率。啊，有提光合作用效率有提升的时阵，伊靠有法度去生成这个光合作用产物。 葡萄糖、果糖葡萄、這個啊、糖、蔗、啊、糖，这些靠或多或少去累积，靠或多产生着迄个甜度、啊哦、所以你讲中大果期用磷酸一钾、哦，磷酸一钾去喷会有即个效果吗？有必要、哦、当然有加嘛。啊我再次强调，磷,磷這个后面最主要是抑制生长。 啊！汝若总讲咧乌阴天啊，哦，伊若毋是讲做行长诶，汝若讲行长，汝喷高林达，我无意见，对不？即咱常常咧讲诶即个道理。啊，但是伊都无做行诶，无做行长诶啊，结果汝个甲喷即个高林达，啊，即没有必要。结果是干呐，互伊加速着即个叶啊老化，所以伊诶叶啊就容易落。伊诶啊，树体累积诶营养分就较无，所以即个小知影。 那么这下十七号 B 来，十七号是较均匀哦，等于讲伊伊高钾，啊，伊个磷不精管，然后给一点点氮啊。为什么要给一点点氮？因为氮呢会促进钾的吸收啦。啊，当然，你若讲你咧做汗长的，你去转即个结合啊，這個、有时阿咧转效果较无遐好，因为你若做汗长的，你无转磷酸一钾，无用上粗残的即个方式呢去去压制伊个即即生长，阿、啊、伊就一直汗长一直汗长。 那么表示讲你淡素系伤济，啊你！你个一直你无有安尼，就当年效果都未出来。以前你都爱转磷选去食，吼，所以你咧用诶，即个道理是啊，讲你老行长，你绝对你十七啊效果绝对对即、這个人生，一家对袂着，哦，咱讲坦白咧啊。啊，若准讲准讲你无讲真行长，啊，即正常正常，啊不啊普通娘啊，无真行。那么你转即个十七啊料呢，啊，伊有一点点啊淡，啊，伊淡会当刺激到伊诶即个。 就是爱加两个真节，爱连个无足者，所以即个效果著会起来，即这道理是安尼吼，所以你要想一下吼，没有很难嘛吼，著、就是讲啊，但是这是一个很难的、一个真深的、一个、一个植物生理学的一个观念啦。就是讲啊，不要讲讲个较粗、较粗白安尼吼啊，即个底可能是那是即个咧学迄个即种植物生理学足来迄个老师吼。 逐个卖批评啦吼，就是讲因有当时啊，咱是讲互伊较谦卑。啊，当然即内底有足些足细致的这物件，你有兴趣，你去读博士，你读硕士，你去研究植物生理学，你較去研究啊。不过知识甲大概，伊即个观念八九不离十啊，无差真济啦吼。啊，无差真济吼，即、哦這個、当然你，互你小知影者安尼，即大大致上是安尼。那么，本磷酸你食也好，本即个十七号也好，即个前提吼，即、哦這个前提拢是。 其他即个钙啦、镁啦吼，一般别人较无容易缺镁，但是较酸的土有时要安尼，啊，钙、镁、硼吼，即个微量元素呢，较无啥物欠缺的即个情形之下，过来就是讲一斤嘛，真正常。那么即通常伫即个管理上吼，要去注意吼，通常是安尼啦吼，互你小做一即個,个了解吼，所以即个比较吼，互你知影讲伊的？ 唔是讲即个阿婆啊，就叫人卖用人参伊加，我从来唔敢咧讲但是你若是处理了伤狠，当然你可能需要主要即个人参人参伊加，但是人参伊加即个物件本身即确实是，呃，但是有些无啊多，你感冒都已经烧啊发烧啊，你唔去食食药啊，你在那裡是个底下咧硬冻对吧這,这个不对嘛，所以已经伤寒啊，寒家都讲啊,行啊就快听的都已经要哦，想出讲。 啊、嗯，已经足行，啊你无成介地落来，伊当然即个效果就较袂错，啊要甲地，当然就是爱高离，迄、那个啉咧地都好。啊话讲我较知影想行无想行咧，反正你若看伊一日吐红，一日吐红，啊拢一日煎迄，一日出来的时阵，啊迄、那个话呢拢拢无停，啊加袂煞啊你著拖咧等啊。迄种白兰安怎种都袂好食，啊而且你怎样热人吼、哦、即、這个时阵呢是白兰一日透红，迄种白兰绝对足够嫩。 我讲，話說嗯，啊，白那做人本来就会嫩，死啦，但是你迄个，你迄个足红的，一直透红，啊，伊就是胆足管的，胆足管伊就会缺钙，缺钙白那就比较老嫩，啊，本来就做老嫩的啊，啊，你个缺钙一个就老嫩的，所以这点呢，当我咱好朋友哈，小、哦、做一下这个讲解、哦、啊，大体上是这款的一个道理啦哈，就、哦這個、提供我哋小做一下了解啊。哦